已经足够了。夫人，小瑶，接下来就交给我和骑士先生吧。骑士先生，我回来了。欢迎回来，格雷兄。你的告别还顺利吗？很顺利，大家都已经消失了。这还真是前所未有的情况。说不定这才是刚刚开始呢。骑士先生，你还记得我们究竟是怎么来到这一天的吗？我记得，在方舟返航之后，我们先是与凯文、苏一同生活了一个月，紧接着，我们进行了长达一年的旅行。在途经神州时，偶遇丹珠和苍玄，并接受了他们二人的邀请，来到太虚山小住了一段时间。在这期间，一定发生了什么，才让你我陷入了无法逃离的今天。但这并不是事情的真相。在和大家一一告别之后，我想起了更多关于今天的细节，也终于能够理解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今天。现实中的格蕾修在离开太虚山前就明确了未来的方向，他也真的在不久后践行了自己的话。他决定继续执行方舟计划。在那之后，格蕾修再次登上了修复完毕的方舟，并沿着全新的路线开始了航行。但是在很久很久之后的某一天，一股强大的力量捕获了方舟，还将他困在休眠舱中。他所珍爱的玉佩也在这个过程里意外掉落，不知去向。虽然他还有我，但这艘船上从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个人。当他的意识一点点沉入黑暗时，平日里颜色最淡的我第一次拥有了精神的实体。但我开心不起来，因为我就是他的孤独和无助。我越是完整，反而越不能代表格蕾修。为了保护他，我用从他那里得到的所有颜色隔绝了黑暗的侵袭，再辅以他平常无意中弄到我身上的其他颜色，创作了他最喜欢的一天。我知道一旦这么做，自己就会因为失去本来的颜色而忘记一切。所以在最后的最后，我还留下了预防意外事件的习作。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些颜色或许还有混入其中的未知成分，竟然在后来扭曲了我创作的本意。它擅自模糊了喜欢的分量，又为一天蒙上了永远的滤镜。而在之后的事就和你知道的一模一样了，真正的格蕾修。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我是你创造的骑士，不应该是这样吗？你只是用近似痕的颜色为自己创造了一层骑士的保护壳，或者说只是因为我们身处此处不能合二为一，事情才会变成这样。话虽如此，但我也不知道真正的痕会怎么讲话，因为那个时候的你还小，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丰富的颜色。不过我知道现在的格蕾修会怎么讲话，毕竟要说谁最了解你，当然是在方舟起航之后一直陪伴着你的我呀。
你是我的灰色马文。你终于想起来了，不过在我把颜色全部收回来之前，你还是叫我纯白吧，毕竟我现在的性格可比灰色积极多了，而且也更像过去的你。好，纯白，我想你说的对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在形似最后关头的一刻，尽管经历了漫长的遨游，我也只是下意识地呼唤着父亲母亲，试图躲在他们的身后，这副厚重的铠甲，它或许减弱了我的恐惧，却也淡化了我的自我认知和记忆。于是在最初的今天，成为了骑士的格蕾修与纯白的马文相遇了。但这不应该怪你，我们都感受到的那股力量，他才是罪魁祸首。你误会了，时至今日，我依然认为幻境中的那一日的确是无比快乐的一天，尽管这种快乐随着它的重复注定越来越稀薄。我曾尝试讲出我所知道的那一部分真相，寻求你们的帮助，或者直接带着你离开太虚山，但结果都没有任何区别。在我挑明真相的瞬间，在我踏出太虚山的下一秒，那股力量都会让一切立刻重启。更糟的是，在我进行了种种尝试后，你也在接下来的新一天无故晕倒，任凭我怎样呼唤都没能苏醒。就像今天一样，对吗？嗯，因为经历过这件事，我意识到如果这也是循环的副作用，那么我就绝不能强硬地对抗这种循环。于是我转而开始利用我独立于循环能够保有记忆的特性，引导你产生离开的想法。我想如果你产生了离开的念头，说不定循环就会不攻自破。可惜这类尝试也没有成功，这也让我渐渐确信了一件事，既然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终止循环，那股力量就只可能存在于今天之外。也许它是某种装置，也许它是某种能力，它在今天之外，我们对它毫无办法。但也正是因为它在今天之外，所以无论它是什么，也都不可能让今天永远是今天。如果我们完全放弃，倒是正中他的下怀。所以哪怕没有人能知道真相，哪怕没有人能帮你，哪怕能让你坚持下来的只是一个猜想，每一个今天你都会不着痕迹地引导我，试图通过这种温和的方式等待改变出现的时机。我倒也没有那么坚定，你想嘛，我甚至以为自己就是这个现实中不存在的骑士先生。在很久之前的某个今天，我也曾打算保持沉默，不引导你的想法，像第一个今天那样享受和朋友们在一起的快乐，但我终究做不到。我还是无法控制自己去担心你的状况，去思索我们的未来，而那些藏于盔甲下的烦恼也都被你看在眼里。你说因为我不开心，所以你也没那么开心了，所以为了带你体验到真正的快乐，我决定再坚持一下。原来如此，你过去走出凯文他们的那间房子时应该也是类似的心情吧。那一天你只是突然觉得外面阳光正好，应该出去走走，于是你开始了环球旅行。是啊，外面阳光正好，我们也该醒了。即便这次还是有可能失败。即便这次失败了，我也会陪着你，
直到我们都看见真正的太阳。真是一个很长的梦呢。